又到各家明星宝贝变身贴心小棉袄上线给爸爸送祝福的日子了。6月18号，包贝尔在微博中抛出了一段女儿的视频，并说道：饺子给我祝福了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，把你喂得白白胖胖的。只见视频中的小饺子扎着小辫子，穿着粉色的公主裙，乖巧地坐在床上，一字一句努力认真地给爸爸送上父亲节祝福。十，爸爸快乐，父亲节快乐，快乐，爸爸我爱你呀，爱你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哎呦，你想爸爸了呀？那想爸爸，跟爸爸亲个小嘴儿吧。你说爸爸早点回来呀。回来。好的，饺子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宝宝，本来不接受辩驳。不过我们小饺子的内心肯定是在想，只要白白就好了，不要胖胖。网友也纷纷被包可爱小朋友萌化了。我觉得饺子就是长了一张全世界只能好爱他的脸，怎么会有饺子这个可爱的小朋友？有没有组团一起去包家偷饺子？萌好了新闻，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，宝宝。